欢迎来到 News T T 七零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杨幂、杨子饭拍曝光，私下关系一目了然。回顾刚过去不久的跨年晚会，杨子绝对是无法忽视的存在。在晚会上，杨子身穿酒红色抹胸公主裙，献上了歌曲《温蒂公主的侍卫》，最终取得了的全国收视率。 一级城市的收视率更是高达，成为了各大卫视跨年晚会的收视峰值。除了杨子，杨幂的表现也很精彩。当晚，杨幂以一袭复古蛋糕拼色长裙惊艳登场，和好姐妹周笔畅一起带来歌曲《小幸运》，还把专业歌手都给带跑调了。在表演中，杨幂两次隔空亲周笔畅，并得到了比比宠溺的眼神回应。 超甜蜜！虽然杨子和杨幂在舞台上没有合作，在台下两人互动可亲密了。日前，两则关于杨幂、杨子、周笔畅三人的饭拍视频曝光，引起了网友的关注。第一则视频中，杨子试图伸手去扶脚踩高跟的杨幂，而杨幂则一只手提着裙子，另一只手给了杨子一个摸头杀。第二则视频中， 杨幂叫住了独自一人准备离开舞台的杨子，然后勾着他的肩膀，而杨子也顺势搂着杨幂的腰。期间，杨幂还帮杨子整理了下裙子，顺便拍了拍姊妹的屁股，再来几个摸头杀。最后，杨幂和杨子两人互帮互助走下台。从这两则视频中，大家对于杨幂和杨子私下关系可谓是一目了然。原来他们感情这么好。 同未当红明星的杨幂和杨子这些年经常在大型晚会上碰面，随着了解的加深，双方关系一年比一年好。二零二零年年初，杨幂和杨子一同参加微博之夜，由于杨子的纱裙质量一般，羽毛一直狂掉，坐在他旁边的杨幂成了最大受害者，身上沾了好些羽毛。杨幂察觉后。 趁势拿起羽毛和杨子热聊起来，随后杨幂上台领奖，仍然不忘摘羽毛，还特意拿着羽毛给台下的杨子看。走下台后，杨幂还对杨子说：“就是你身上的羽毛。”二零二一年三月初，杨幂和杨子再次聚首微博之夜，在最后的大合影环节中，因为杨幂和杨子都穿着露胸长裙。 导致不少彩带都落在胸前。杨幂先发现了杨子胸前的彩带，立马转过头提醒对方。一番笑谈后，杨幂和杨子互相帮忙整理仪容。令站在两人中间的王源尴尬不已，不知道看向哪里。在杨幂和杨子的温情互动中，就能知道娱乐圈也有真有意，不全然都是争斗。现实中。 许多人总喜欢把女明星之间的关系想象成宫斗戏，整天争来斗去的。再加上营销号总喜欢夺人眼球，把女明星的某一面无限放大，甚至故意曲解，以致大多数人都认为娱乐圈都是追名逐利的。另一方面，女明星们也想交朋友，但又害怕因名气不对等被指责蹭热度或者假热情，给别人带去麻烦。 所以干脆就算了。如果女明星们都能放下顾虑，多多交些圈内朋友，那网友们就能看到更多美好的画面了。新生代演员四小花旦谁的演技最好？杨子周冬雨仅上榜，唯独她公认演技第一。娱乐圈中老一辈演技派已经悄悄落幕，不再演戏，更多是转到幕后做导演或指导顾问。人老了，自然要退出市场。 明星也不例外，纷纷到了退休的年纪。老辈的演技派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都是戏。现在年轻演员基本上都面瘫脸，没有表情，没有动作，受点小伤都要去医院，娇贵的很。人分三六九等，明星自然也是如此。往往拥有演技的演员资源更丰富。接下来就盘点一下新生代四小花旦排名。 到底谁的实力更强？杨子作为童星出道，主演《家有儿女》，星途璀璨，如今也算是最成功的童星之一。长相甜美，性格开朗，出演电视剧数不胜数，每一部戏收视率都很高，戏路很广，每种戏都能驾驭，对待角色极其认真，非常敬业。曾主演电视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，双亲爱的。 热爱的《欢乐颂》等都是往年火爆年度的大戏，一致被评为有“位青年演员”的称号。周冬雨，图片马上加载完成，请稍后。周冬雨目前算是人气最高的女演员之一，出演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被人熟知，随后获得三九届最佳女主角金像奖，此荣誉高于一切其他奖项，是一种地位的象征。当然。 他主要以电影、影视为中心，他的形象更适合出演大荧幕，而不是电视剧。所以周冬雨的名气一直很高，尤其是和易烊千玺搭档主演《少年的你》，从此再度爆红。刘浩存，刘浩存是一名正宗零零后演员，二零零零年出生于吉林长春，随后考取舞蹈学院，被张艺谋导演相中，出演《一秒钟女》女主角。 相貌清秀，五官端正，并且情商高，最高的成绩是出演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，与易烊千玺搭档，人气一路飙升，成为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。不过目前年纪还小，未来有诸多无限可能。你支持刘浩存吗？张子枫，张子枫无疑是新生代女演员中最火的。2001年出生于河南省。 考取北京电影学院，随后参演《唐山大地震》，荣获百花最佳新人奖，开辟影视圈道路。出演电影《唐人街探案》系列以及《我的姐姐》，演技炸裂，从中感受到年纪轻轻的她未来可期，并且受到很多导演的赏识，也证明张子枫的演技不是一般的好。目前新四小花旦张子枫演技勇夺第一，得到大众认可。 对此，你觉得谁的实力更强呢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！